各位大家好，玫瑰金的奥基，这里是从新约圣经四部福音摘录下来的，现在请看光明奥基。新约圣经四福音书，一马窦福音，二马尔谷福音，三路加福音，四若望福音。光明一端，耶稣在约旦河受洗。光明二端，耶稣参加迦纳婚宴。光明三端，耶稣宣讲天国福音。光明四端，耶稣大伯山显圣容。光明五端，耶稣建立圣体圣事。光明一端，耶稣在约旦河受洗。马窦福音第三章十六节，耶稣受洗后立刻从水里上来，忽然天为他开了，他看见圣神有如鸽子降下来到他上面，又有声音由天上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光明二端，耶稣参加迦纳婚宴。若望福音第二章第一节，在加利勒雅迦纳有婚宴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，酒缺了，耶稣的母亲向他说，他们没有酒了，在那里放着六口石缸，耶稣向仆役说，你们把缸灌满水吧，他们就灌满了，结果水变成了酒，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。光明三端，耶稣宣讲天国福音。马尔谷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，耶稣来到加利勒雅宣讲天主的福音，说，时期已满，天主的国近了，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。光明四端，耶稣大伯山显圣容。马尔谷福音第九章第二节，在三位宗徒面前，耶稣变了容貌，他的衣服发光，当时有一团云彩遮蔽了他们，从云中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从他。光明五端，耶稣建立圣体圣事。马尔谷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二节，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，拨开递给他们说，你们拿去吃吧，这是我的身体。耶稣又拿起杯来祝谢了，递给他们，他们都从杯中喝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这是我的血，新约的血，为大众流出来的。